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天学会后空翻》那一部影片呢？其实那一部影片呢，就是它里面的很多动作，它的细节它没有做出来，所以它一整部下来，它花了快6个小时才学会后空翻。那如果今天假设你也是要自己来尝试这个后空翻的练习的话，想要在一天之内学会，当然这边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就是它的危险性会比你在正规场地练的时候再来得高一点，所以尽量你要在外面自己学的话，就是第一个技巧你一定要做好，再来就是你所有的技术要领都要做对，哪里该拉手，哪里该跳，你一定要学清楚，这样子你在做的时候会比较安全一点。OK，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因为我们在外面这个比较硬一点，所以大概你要先找一个草皮，找一个草皮让落地软一点，那你的下肢就尽量去活动多一点，好让它热开，不然它真的会很容易受伤。我们也看到刚刚那个影片啊，它基本上几乎前面包含它后面做成功的那一个，它从头到尾都少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带手，它没有真的带手起来就做后空翻，所以导致它的高度受限很多。所以这个拉手你一定要拉高一点，再来跳一个后空翻，这样子你的高度才能确保是安全的位置。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对比，第一个是没有拉手的，第二个是有拉手的。那我们今天做一个跟影片一样的，它没有带这个手，看一下会长怎么样。虽然转得动，但就很低，这样就有点危险。落地的时候，连我在做都蛮吃力。那接下来第二种就是我说的，加一个带手，加一个带手上去，它的高度就会差很多。手先往后拉，然后甩上来。好，整体速度跟动力就变很大。这边你可能会说啊，我是选手出身的，所以我在做动作的时候都不会怕，所以这个测试就是不准。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找一个路人来实验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对的。好，来试看看啊。OK， 那边有一个看起来壮壮的人，他应该是有运动过的底子。好，我们不能找太瘦的，因为怕等一下他摔下来，有可能骨折什么样，我还要陪他。所以我们今天找粗一点的，感觉有运动过的，这个来试看看，来问问看他。哎，同学，你好，你在运动吗？对啊，我在伸展。你知道什么是体操吗？好像有听过。你有听过体操？有，好像听。对，但是你对体操好像还有一点略知略懂，对不对？对。那你会后空翻吗？后空翻，我好像有练过。你以前有练过是不是？对，练过一点。那你现在可以帮我们表演一个，我是马上来一个，我们认真。对对对，认真，那不能受伤哦。只是你要帮我抓119，帮我抓119。好，帮你叫119。先帮我 stand by 一下。OK， 好，我等一下先打电话。好，真的可以做哈，真的可以做。可以，不勉强。我尽力。好，尽力，好 ，OK。只能做一半的，没关系哦。OK， 我可以保护你啦，真的啊，我真的可以保护你。好，我再帮你站旁边。OK， 好，来开始。好，等一下你做的时候，我会帮你扶。然后你先做一个，就是手不拉的。对，你往后躺下去之后，手不拉。啊，记得要用力把你的脚举起，会不会很危险？不会啊，有我在，你看，对不对？好 ，OK， 我相信你。你只能相信我。我希望还有第二次了。好，等一下你跳起来之后手不要拉，就只要用手臂这样就好。哦，你要相信我。OK， 好，来开始喽 ，Go。好，扶着你。但是高度很低，对不对？高度很低，所以我们再加一个拉手，看这个高度会不会差很多。等一下再加一个拉手，好的，这样子拉，把你的手甩起来，好，手要甩到耳边，甩到耳朵旁边，再做。啊，你刚刚是跳起来就直接做，所以高度就很低。
那你再加一个拉手，看会不会靠近。好，来试看。好 ，OK。再相信你一次。你只能相信我。我还是会帮你绑啊。好，加一个拉手，要拉到耳朵。哎哎，妈的，你是专业的？哎，真的吗？你 是以前就有练过？我好像有做过类似的动作。你很面熟哎，你不会是我同学？OK， 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有拉手跟没有拉手的空翻高度就差的非常多，所以你基本上你在外面自己做的时候，你在自己练的时候就要去加这个拉手的动作。当然，你的起跳是本来就应该要有的，啊，再加一个拉手之后，你的高度就会整个跃级上去，让你在落地的时候也比较安全一点。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后空翻小秘诀，把你的手拉高一点。它的高度会变高，转速也会变快。好，你在自己练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全一点。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外木山，然后刚刚这边就是一个大哥带我来，这边有一个跳台可以跳水。好，那我等一下就会跳一些前空或者是后空。好。今天我看蛮多人都在跳空翻动作，那等一下看可不可以教一些人，他如果想练一些空翻的话，教他们来做一些轻空。好，那我们就看下去吧 ，Go。要你干嘛？换你教了。换你教。接下来呢？嗯，抓
转速提高。好，那接下来还有接下来吗？转速再提高，更高。哦，我终于知道你每次来体操馆都会进步的原因。救命！
随机找路人，其实也不是找路人，这边都是各方高手。好，如果你喜欢玩跳水的人，对体操动作有一些兴趣的人，可以看我的影片，或者是来外木山这边有一个跳台，可以让你练跳水。OK，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今天呢，我们要去乌石港那边做一个一日挑战。那今天这个挑战去乌石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去冲浪。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挑战看看，可不可以在一日内成功站起来，完成这个冲浪，那看可不可以挑战成功。让我们看下去 ，Go！一日内要成功，可以站起来，这年更快，滑很远，不要滑很远，不要滑很远，不要滑很远，可以在里面玩就好，在里面玩。今天的浪算很不错，非常温柔，然后天气超棒，好棒，然后也不会太乱的，不会太乱，慢慢很整齐，盖一整排 ，OK， 所以是一分钟就成功了。如果你很厉害的话，可以，可以啊 ，OK， 好，那我们目标一个小时。可以可以可以，一个小时可以。可以啊，那就交给你了。Yes， 可以， okay， 加油，看下去啊 ，Go。这样子好了，我先迅速讲一下凡是所有的部分，为什么呢？等一下教学的时候，我一定会用一些专用名称嘛。那如果不知道的话，那就举手发问。对对对，好 ，OK。这个地方它叫做板围 ，OK， 板围，英文是 tail，the tail of the board， 板围。啊，可以讲中文。它就是板头 ，OK，OK，、okay? okay.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说，哎、欸，稍微往你的板头或者往你的板围，你就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再来呢，有脚绳，脚绳是基本上是来避免你的板子会被冲走 okay? ，OK， 它会固定在你的算是脚上。那放在哪一个脚呢？一定是放在你的后脚 ，OK，、yes. 后脚是指每个人都不一样 ，OK。所以如果你等一下不知道你的后脚，我是 regular， 你是 regular， yes， 啊，那你就是右脚在哈，没错，我是相反，我是 goofy， 啊、oh, ，你是 goofy， 好，再来呢，有舵，对不对？舵是来控制方向的，这、oh. 边还有一点鸟屎，大自然，大鸟屎，对，就可以出发了，就是这样。那现在稍微解释一下下水的顺序 ，OK， 下水前当然你一定是要。绑你的脚绳嘛 ，Yes。所以你是 Regular， Yes。所以你绑这里右脚。那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哦，你看到这一根嘛，它尽可能要往外。为什么 ？OK。为什么呢？为何？为何？假设它在里面，然后这样拿你的板子，啊、哦，会卡到。会卡到，你看就会跌倒。OK。OK。所以尽可能这一根往外。往外。OK。我们前往水那边去的话，板子。脚绳的那一侧，嗯，也拿那一侧 ，OK，OK，、okay. okay? 一样的道理。你这样拿的话，会卡到，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OK， 好嘞，我知道了，就这样了。好，出发了吗？等一下，假设我去那边的话，我等一下会把板子慢慢放在水面上 ，Yes， 给、okay? 水的表面上 ，OK。好，你看那边有一些白花嘛，这些白花是有力道的，它进来的时候，它可能会撞你的板子。然后你可能会这样被冲，对啊，所以呢，要怎么做呢？你把它放在水面上，嗯，浪花来，你就慢慢的按你的板围，我专用名称 ，OK， 板围，然后让它会慢慢的滚在你的板子的下面。我先示范一下，好， okay? 出发，这样慢慢放着，白花来，我按板围，对，安全了，哎，顺着浪起来，对不对？ Okay， 对，安全了，再来呢？
我们都是往那边冲嘛，我们不是逆着浪冲嘛。Yes。我们是跟着，然后所以现在，这等于说你要转嘛，转的话，我问你哦，要这样子转，还是要这样子转？逆时针。逆时针，对，是这样吗？这样对。错。好，顺时针。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看哦。哇，翻掉了，所以不能逆时针。一定要把你自己的身体放在浪跟板子的中间，就等于说是这样转。好，慢来，没问题了。好，所以要拉起来。可以 ，OK。慢慢整个浪来，有白花的话就可以滑起来。哇！第一步骤我们做这个。第一步骤，yep, 所以就是先滑出去，滑出去 ，OK。所以先安全的方式往那边走，船板 okay, 好。然后有一个小浪的时候，先尽可能让它带你往这边来。好，顺着浪， okay? 顺着浪。浪离你差不多2公尺的距离，就开始你疯狂的开始滑。最关键的是浪撞你多滑两下。好。然后呢，你要做香蕉式。香蕉式，你等一下会看到是什么。好。OK。Go。然后那边一定有小浪要来，所以等一下会躺平，然后我们做香蕉式哦。香蕉啊，香蕉，香蕉 ，banana 是，现在换你喽，换我吗？换你了。你先在岸上做一次 ，OK？ 所以你先躺平一下，然后帮你看一下你的位置 ，OK？ 香蕉，稍等一下，先确保你这边摸得到那个绳子吗？完美 ，OK。那如果你等一下在水里面感觉到你的板头已经慢慢在水的表面的下面哦，就等于说你要再往后面一点了 ，OK？ 要让它拉。对、okay. 好。那我们试试看，我等一下。我会当浪 ，OK？ 我离你2到3公尺的时候，你要开始滑水 ，OK？ 然后我来撞你的时候，你就再多滑两下，然后你香蕉 ，OK？ 好，你自己决定要什么时候要开始滑哦。我来了，我是浪，嘘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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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没错 ，And 喂，香蕉，香蕉，所以你一撞我就要香蕉。多滑两下，再香蕉，八，然后推，也、yeah, 没错， okay. 好，香蕉耶， yeah! Woo! 就是香蕉，耶、yeah. ，香蕉，好耶，就是香蕉，对，你看嘛。这个还要做5次，抓好这感觉。好，然后等一下我们玩一个游戏哦。玩游戏，我会站在某一个地方，好，然后有尽可能往我这边。就等于说，你相较的时候哦，你把你的重量放在一个肩膀，不是另外一个。它在转弯。对，你放在这个肩膀，你就会往那边转。放在这个肩膀，会往这边。Yes. 所以你要看我站在哪里，你就。但尽可能不要这样哦。那你会晃，你会翻。好。OK。那我觉得我等一下应该会直接翻掉。再两次。我跟你讲哦，冲浪其实技术上没有那么的难，以新手来讲，就是站起来没有到那么难。最难的是小浪、看浪、追浪。最难的是，跟浪调情。对，先要好好躺平。教什么？站起来？怎么站起来？其实跟刚刚的动作很像，所以只是多加一个部分。OK。多加一个动作。OK。
如果要复杂化的话，可以说加两个。OK， 刚刚我们是怎么做的呢？脚伸，放在后脚嘛。Yes。我是 Goofy， 所以这样。Yes。好好爬着嘛。比较后面哈，不要太前面，要不然板子会插水。刚刚我们做什么呢？浪来，我们看一下嘛。啊，浪来了，耶！开始滑滑滑滑，他撞我的时候，我做一二嘛，然后香蕉 ，OK。好，顺便讲一下，香蕉的时候啊，不能抓板子，哦，只能撑，一定要撑起来，跟倒立一样。哎，倒立， okay. 来倒立。All right 。啊，OK。这样子，对呀。帅，现在多两个动作哦。OK。要么一个，要么是两个，看你自己的技术。好。最理想的是从这边，你直接跳上来。好。脚大概放在平行，大概十一点钟。OK。不要这样，我不是来滑板的。OK。我不是来滑雪的。Yes。稍微是一点。好， okay, 要有点朝前面的。对，平行。重量，前脚，不是后脚。后脚的话你会刹车。好。前脚，手呢，有点像攻击的老虎。看。二二这样子。OK。这是如果你觉得哦。我的大腿，我的小腿爆发力够好，你可以用跳的。好，唯一的风险是跳起来就滑倒。有一些人会跳，然后哇哇哇 ，shit！ 好，或者像旁边那个兄弟 ，yes， 他跳这样，太近了。好，太近了。OK， 站不稳。对，所以我会把跳这个动作分成两个步骤。yes， 看哦，加油一。把你的后脚弯，然后你的前脚拉上来，一样，基本上是跳这个动作，分成两段，所以是一二，一二 ，OK， 所以有两个方式，快的方式，发发发发，浪来了，耶，一二，然后当然这个不能卡 ，OK， 二，另外一个嘞，发发发发，一二。三，站着 ，OK。然后很关键，不要站高，要站低。好 ，OK， 一个人站低 ，OK。为什么呢？你站越高，你的重心越高，越容易这样的晃动。越低，很好玩，你现在还可以补一下。啊，耶耶，来，试试看。OK。滑滑滑，你看后面有没有浪？好像有哦，要滑滑滑，它撞你，所以一香蕉，嗯，棒，站起来。Yes， 看一下你的脚，哎，相当好哦。可以吗？还不错。哎，只是稍微，你现在站起来一下。啊，你刚刚已经作弊了。作弊了。刚刚这个脚是放在这里。要进来一点。对，一点点。然后你现在有一点那种像跆拳道的那种姿势，其实可以这样子。OK。OK。好。对，后面的脚也稍微十一点钟。后面也要十。对，你现在就自己站起来一下就好了。香蕉赞，耶、yeah! ！这不错，这不错，蹲得够低，很好。再给我50次，50次，波比跳，一二，嘿，哦哦，太前面了，太前面，对对对对对，再两次就好。但如果你要快一点站着，嘿，这不错，不错 ，OK。会不会太外八？这个非常外八是不行。非常。走，再一次。好了 ，OK， 但你看一下，哦哦，你刚刚做了什么事？这样。对。重心安全。不是跆拳道哦，对。啊、攻击的老虎。啊、没错。好，我们试试看。好。基本上，我会说，你要挑浪，浪不是来挑你的。来了，这个，滑滑滑滑滑，滑滑滑 ，Oh yeah，Oh yeah，Yeah， 站着，哎，还不错哦，还不错。时间抓得好，我留在后面了吧？有没有发现你的重心都是在后面？但你的时间抓得超好，时间 OK， 因为你有等到你真的有往前冲的感觉。来了来了来了 ，Yes Yes， 站着 ，Woo， 拜拜，不错哦，不错哦，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录到哎。
站着站着，给我站着，耶耶！加油加油！滑到一个不行，耶耶耶耶耶！滑滑滑滑滑滑滑 ，yes yes yes yes！ 啊！这一道可以，你滑，开始滑，滑了滑了啦！我跟你讲滑。哈哈哈，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很好，加油加油加油 ！Yes Yes， 站着站着，哎呦，哎呦 ，face plant， 有什么感想吗 ？Face plant， 哇！哈哈哈哈。现在教练要示范头顶倒立冲浪。刚刚比较好。对，这边太浅了。有，我刚好看到。太浅了。不错哈。不错。OK， 今天教练，今天一日算成功吗？我觉得还不错啊。我们总共一个小时嘛。以第一次来说吧。还不错啊。还不错，是不是？你。基本功都 OK 了 ，OK， 现在就是好好练习。我们有机会变冲浪高手？有啊，但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那可以变驯龙高手。驯龙高手是什么？驯。那我希望就是下次能跟你一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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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次自己玩，真的自己玩，好好玩水就对了。就是跟你一起头顶倒立出来。没错没错，好爽哦。OK， 那我们今天谢谢。泰山，谢谢你们，谢谢泰山参加，下次就继续玩了，就对了。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见，下次见，拜拜 ，Ciao。